Hello，大家好，依然是我黄雪莉，今天来跟大家谈谈疫情后的变与不变。那么，我觉得疫情后对我最深刻的一个变化，是对家人和朋友那种思念的无力感。在疫情前吧，跟他们说的话是：哎，我们有空再聚啦，假期的时候再见你啦，回家看看你啦，这样子。但是因为一场疫情无法跨州的时候啊，哇！有空有假期，好像什么都有了，没有那个跨州的允许，见不到想见却见不到的人，想见却见不到的那种时候的那个思念啊，莫名的多了一份无力感，真的有点辛苦呢。但是这也带来了我们的一个不变，没有变的东西是，当我们能够再见到他们的时候。跟他们相处的时间，跟他们相处的那个感觉，依然是那么的舒服，依然是那么的快乐，依然是那么的亲近。我觉得这个不变太好了。说真的，回想过去，回想我们生活中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变与不变。那么，尤其是在面对不变的时候啊。我们一开始真的是觉得很不舒服、很不适应的，但是慢慢的在那个习惯的过程中，都会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，找到了一个舒服吧，找到一个习惯，找到了一个适应，一切好像变了，又好像没有变，所以希望在荧幕前的你，在这些零零许许的变与不变当中。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一份快乐与舒服，谢谢。